大家好，今天我要去台湾的 ski 啊，今天第一次的，我还没过去台湾的 ski 啊，对，我有一个问题关于台湾的 ski 啊，台湾的 ski 啊有没有 king 牛丼 ？king 牛筋，牛筋かな？牛丼 king 七层的牛筋，所以今天要确认台湾的 ski 啊，那走吧。はい、我忘了在里边的什么时候去最后的。这个店有没有最大的那个？最大的超大碗。King 有没有 King 超大碗比较大的没有吗？这就是最大的，最大这最大的。哦，什么有？没有，没有再更大了，对，没有 King size 了。OK。我要吃一个温玉牛肉咖喱。嗯，大碗。对，不好意思。我吃完了那个台湾的 ski 啊，也真好吃。对，结果台湾的 ski 啊没有 king 牛筋。对，然后我觉得里面的 ski 啊厉害，因为白饭的不一样。我觉得里面的白饭比较好，所以如果你去里面旅行，请去里面的 ski 啊。でも台湾の ski 啊も普通に美味しかったです。今天的影片在这里结束。谢谢光光，再见。